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现代人因为生活的模式以及负面新闻的充斥，很容易啊，在不知不觉中磨损了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以及对人的信任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很温馨，相信大家听完对生活中的美与善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一起来聆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君君，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我曾经去台北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参加完活动很开心，到了捷运站要 B 卡进去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身上没剩半毛钱，而且也没带银行卡，所以我只好厚着脸皮跟捷运站附近的人借钱。第一个人说他没有零钱，不能借我。第二个人是一个妇女，我就问他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，让我搭车回家，我再汇款过去。他马上说不用不用，但你一定要马上回家，现在外面坏人很多哦。我看着他的包包里面所剩无几，还给了我50块，心中感到一丝暖意，拿着他给我的50块快速回家了。若是他没有帮助我，我可能就回不了家了。那时心中闪过无数不好的念头，因为害怕别人以为我是要骗钱的，想起以前新闻报道过有一个男生到处去捷运站跟人家借钱，被警察抓了以后放出来又再度犯案，后来甚至还男扮女装去借钱。想到这里我就很害怕，怕别人不相信我怎么办，顿时觉得很黑暗。还好那位妇人出现了，当时他正在等公车，他大可以不理我，选择不相信我，但他选择帮助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想起一个人说过的话，人性的美在何时最能体现出来，恰恰又是在最黑暗的时刻。借由这件事情，我也想到，要是人人都没有了良心，那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？世界会不会变成像电影里演的悲惨世界一样，不管有钱还是没钱的人都痛苦？若不想让这个世界变成悲惨世界，就必须要让人人都要把自己的心顾好，把行为端正，做一个有良心的人。就像我以前班导常说的一样，日行一善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，让自己和其他人都会变得更开心。谢谢大家。日行一善不是口号，散发善念就是时刻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，我们就能很自然地做到关心、理解、包容与相信，也会重新在生活中找到新的风景。这样的日子是不是每天都会变得充满了意义呢？接下来的小故事更让我们看到，原来自己的一个善行可以引领更多人对世界付出一份爱。有一天我在下捷运的时候，看到路上有一个盲人拿着拐杖跌跌撞撞的，那时候我上前去问他说，先生，请问你需要帮什么忙吗？他告诉我，可不可以让我的手放在你的肩上，陪我走一小段回家的路。我跟他说好，于是就这样我陪他走回家了。原来他家就住在我家的隔壁巷子里，他告诉我非常的感谢我，这么多天跌跌撞撞的，我是第一个帮助他的人，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。之后偶尔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他，我变成他的眼睛，陪他走一小段回家的路。回想起这段故事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以前我并不是个勇敢的人，偶尔遇到想要帮助的人，都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不敢上前过去。我的师父红刀子博士教导我，要回归纯真的心，对的事情就要大胆勇敢的去做，于是我才可以突破自己，认识了这个好朋友阿用。他的心非常的善良，在推动良心时代的那一年，他跟他的乐团所有的成员
都写了良心话，录了良心故事。他告诉我说，我们都希望让世界更美好，希望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把爱传出去，期许世界可以更良善。其实良心人人都有，只是有时候需要一点灌溉和滋润，才能让良心种子发芽的茂盛。透过利他的一个念头，让我们看到更多温暖。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让大家有所启发，一起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灌溉内心幸福快乐的泉源。最后，也让我们用一点时间，跟随歌曲的播放，为这个世界献上一份真诚的祝福。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个没有战争，也没有疫情肆虐的生活。No more words, they always shoot.
又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良心 Follow Me 的活动，让我们用自己的快乐和良心话一起来响应。也别忘了哦，上传良心话之后要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加入哦。良心就像指引人生方向的灯塔，没有良心的政治领袖会引发战争，没有良心的商人会卖无良商品，没有良心的地球人会伤害地球。祈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回这良善之心，让这世界充满祥和与良善。每人一出生，我相信大家绝对是人性本善，但随着大家逐渐长大，社会化的过程，我们本来纯净的心会慢慢染上了一些污点。就因为贪念跟欲望，所谓的无毒贪嗔痴慢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需要有一个心灵上的导师或者是同侪朋友，无时无刻提醒我们，慢慢的净化我们的心，再让我们恢复到像婴儿般出生当初纯净的心，把这些污垢慢慢的擦掉。最当初的初心，很多的冲突与摩擦，都源自于人与人之间想法或者是处理态度的方式不同。那遇到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尝试从对方的立场和他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，静下心来啊，想一想对方和我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，那尽可能的创造双赢，尽量能够做到平衡。那这就是我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良心的原则。我的职业是金融业分析师，平常主要的业务是负责追踪公司的财务资讯，还有产业趋势，还有一些全权委托的业务。那虽然业务很繁忙，有时候也会遇到中后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，但我秉持着说好话做好事的心，都可以心平气和的与对方沟通。那真的要改的就自己主动更改，那有一些比较不合理的也会跟对方沟通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。那我认为只要保有良心，持有善良正直的意念做事，凡事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我是一个高中英文老师，我希望透过我的教学，借由身教言教，引导我的学生凡事能够正向思考，尤其在做选择的时候要以利他的角度为出发，改变自己也影响别人，甚至可以影响这个世界，贡献一点点心力。我在和别人相处时会秉持着良心和别人相处，互相同理就比较不会发生争吵，相处起来也会更和谐。在外面吃饭的话，吃完东西也会把碗及垃圾收一收，让店员比较好清理。我觉得在这个社会生存，大家都要有良心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良心，大家就比较不会发生争执，这样生活品质就会越来越好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多爱自己一点，多替别人想一点，凭着良心做事，这个世界应该就不会那么混乱，更不可能会有战争，大家安居乐业不是很好吗？愿疫情早点平息，战争快点结束，爱与和平永远与世人同在。现在疫情很严重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出去玩，也不要去别人家玩，这样子会生病。要诚实有良心，这样发病毒才会赶难会跑。大家好，我是红英，我今天要分享，我的良心话。我良心话就是，当别人是会做到，但像我答应爸爸一样，我答应爸爸我早上起来不会赖床，我真的有做到。但还有我同学不开心的时候，因为他妈妈出国了，我搞笑让他快乐起来。谢谢大家。准备好跟我们一起良心 follow me 了吗？
良心 Follow Me， 点亮你我的良心。我是一个学生，所以我要做好学生的本分，认真上课，准时缴交作业，不迟到，还有要孝顺父母。那接下来我要邀请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参与这个活动，分别是玉如和佩晨，你们也一起来吧。